我们要赶快去抓警察，把整个歌图翻过来也要抓到他。快把身份证拿出来！坤哥，金仔哥他不是卧底，金仔哥他不是卧底啊！金仔，你的头呀！快走！卧底，卧底，快走！赶快离开台湾。 暂时不要回去，我不能当我警察，那你要我怎么办？你不能不管我死活啊！金仔是卧底消息，你是从哪听来的？你凭什么这么肯定？金仔他是个卧底，你完全被龙坤的犯罪集团给欺骗了。我叫刘仔，今年30岁，小时候的志愿是当警察，11年前从锦上毕业，加入了警队，警员编号是11135啊。 我选择了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，我是一个卧底，无所畏惧才有正义。一电视综合台，真的汉子。